自己在演员、主持人跟歌手之间切换身份，对我来说，内外压力的平衡，感受自己的身心灵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越来越喜欢演员这份工作，当然我也非常热爱我的艺术创作。如果能够达到一个黄金比例的分配，身心灵的平衡也会达到一个很舒服、很自在的状态。工作的关系，其实每天都需要上妆。回家之后，我最注重的保养程序呢，就是清洁的步骤。Free 的洁颜油一直都是我非常喜爱的商品，它清洁力很好，也很容易乳化清洗掉，让后面的保养品吸收的更好。独家的复方精油，很像让我每次卸妆都在做 SPA 的感觉。这一次的升级配方里面也有使用了番红花瓣，以往在香料中只有使用花蕊 ，Free 让这些被丢弃的花瓣发挥了价值，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。日常的保养我会以简单为主，像我自己的皮肤就是偏干，容易出油。这次 Three 推出的平衡肌萃洗颜凝胶就非常适合我的肤质，它可以深层清除毛孔脏污，保留肌肤的水嫩，无需起泡就可以轻松的吸附毛孔脏污，可以让肌肤拥有一个清爽的好肌底。由内而外，从心灵啊保养肌肤到外在生活，让皮肤回归最原始的健康模样。放大感受身边周遭的人事物，享受最纯粹的美好，就能让生活的每一刻都变得不同。Find beauty, find your balance.